全部的爱，你这是我的女孩，你是心里小可爱，你这是我的期待 Forever on my mind。 你是可爱的 pretty girl，我只想牵着你的手，抱歉情歌写太多首歌词，想不乐透都不发了心中。 Hey girl， 我的话不荒谬，看你开心就足够。 我只想对你说一句 I love you so， 发射爱心 biu biu biu。 你就是我的女孩，你是世界最可爱，给你最真的告白，发射我全部的爱。你就是我的女孩，你是心里小可爱，你这是我的期待 Forever on my mind。 我喜欢的你看我是你也傻笑，我喜欢的你还就是想要睡觉，我喜欢的你快给我你的拥抱，我喜欢那个你，因为是你怎么都可以。我不吃肉，你帮我解决掉。春秋，我喜欢吃，我帮你吃。你一个女演员，不知道控制体重，没点职业精神。谁呀、啊？这么大排场？采访吗？你最近心情状态怎么样？配合一下啊！像我们的采访吗？让他们上吧。对啊，大家配合一下。宋茄哥，刘鑫，好久不见，我来给你探个班。不好意思，尤老师的信息现在处于保密状态，不允许拍照，谢谢，也不可以采访，谢谢配合。就是啊，我三舅是你们随随便便就能拍的吗？是我疏忽了。忘记这边也在拍戏了，各位辛苦了，大家改日见。来，不好意思，麻烦各位请回。听说你最近出车祸了，腿脚还这么利索，怎么，脚受伤是装的？我怎么给忘了？你这个人，就是喜欢博取同情。哦，对了，你的戏我看了，还挺让我惊喜的。有一种少儿频道的感觉。成为了新一哥，成为了新一哥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宋茄哥从圣鬼娱乐踢出去。之后两人每次见面都水火不容。你觉得魏然导演会选你这个文盲吗？你说是文盲，我就说你文盲怎么了？还想动手啊？君子动口不动手。宋先生你好，我是尤老师的助理。今天你带这么多媒体不请自来，明明有错在先，你还出言不逊，诱导尤老师动手跟你对抗，行为令人不齿。纵观古今，春秋的庆父，秦朝的赵高，东汉的梁冀，像你这种人都不会有好结果。我说不要打断别人说话，这样很不礼貌。你说我们尤老师没文化，那么我想请问你，刚刚我所说的历史人物你都了解吗？了解吗？看你目光呆滞，显然不知道。
来呀，喝口水。什么的，先坐。先喝水。先坐下。先喝水。先坐下。先喝水。坐着喝。哎，你别走啊，话没说完呢。就是啊。你刚才用什么砸的头？新华字典。新华字典？嗯。你片场怎么会有这种东西？我怕我不在的时候，你一个人看剧本，如果遇到不认识的字，还可以查一下。你要是念错了，被别人笑话怎么办？所以我就提前帮你准备了字典。没想到这么快就用上了。我不需要新华字典。如果不是因为你打乱我的计划，我早把他给打趴了。我告诉你，他打不过我。你干嘛？擦药啊。我不要。一个大男人这么点小伤就擦药，传出去岂不是？我问你，你是不是不相信我打得过他？我信。那你刚才干嘛帮我？我告诉你，虽然刚才是他占了上风，但是我如果用了跆拳道，哼，他早被我打趴了。因为我比较喜欢你，不喜欢他。于老师，你的脸，你脸上有个大蚊子。丢死人了，丢死人了！尤其你对这块木头脸红了。喂，大壮哥，武行工作人员找到了。我派人调查过了，那个武行工作人员的确是跟宋杰哥的助理见过面。宋杰哥，我就知道是他，找他算账去。尤老师，切勿打草惊蛇，自乱阵脚。瑶瑶说的对，没有足够的证据，说什么都没有用。喂，宋哥，怎么了？没了。我打人就拍，宋杰哥打人就不拍，这一定是早有预谋的。视频一出，网友群情激愤，下面的评论全都在说你游戏脾气暴躁，爱耍大牌。对工作人员大呼小叫，极尽刁难。现在十个热搜里面八个都是你，形势十分严峻。什么意思啊？游戏啊，这种情况不比之前，过于棘手，可能处理起来需要给我点时间。没想到你还有这招。视频是物证，网友爆料是人证。游戏现在百口莫辩，形象必然受损。这只是刚刚开始。听说他代言都走了，我帮他找一个。儿童益智类游戏，有机化肥。拆给我看看。这个是误会啊。这个品类不错，你看看。花露水，不要，你给我看看虾代言。游戏啊，这件事情比我想象中的严重。今天上午啊，已经有五家公司联系我，希望终止合作代言，还有七家正在洽谈的公司也表明没有合作意向。而剩下的代言里面，这个花露水啊，算是比较出挑的。花
花露水，你觉得符合我们的气质吗？符合呀，而且跟你身上其他的代言也不冲突啊。你看了拍摄地吗？看了呀，大包山湿地公园，一听就是鸟不拉屎的地方，要去你自己去，我不去。哎不，这可是一个4A 景区，风景如画，你就当去旅游了呗。我要专心的准备魏然导演的《重负》，没时间。于老师，我会安排好你的学习计划，抽出一天拍广告的时间，可以挤出来。我这是不想去。尤老师，越王勾践尚能忍受卧薪尝胆，韩信亦能忍受胯下之辱，现在是非常时期，必然要做出一些改变。如果一味守旧，必然遭致淘汰，这可就正中宋且歌的下怀呀。孙总啊，你要知道，我可是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劝服我们家尤西和公司接下这个代言的，所以啊，咱们在后期的广告和宣传上得大大的投放。这个一定啊，我们能请到尤西做代言，肯定不会浪费这么好的时间呀。合作愉快，合作愉快。这叫4A 级景区，一个人影都没有。大包山湿地公园，山呢？尤老师，它之所以叫4A 景区，肯定有它的理由。我们只是拍一天广告而已，不要过度紧张。4A 景区，尤老师，咱们进去看看，说不定里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你自己看。你家4A 景区的 A 是小姐啊？这鬼地方哪来这么多蚊子？有扇子不给我。你小心一点，尤老师。一把破扇子有什么稀奇的？摇，摇，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我看得懂。你这个写的不错。尤老师，这个不是我写的，这个是郑板桥的诗《题竹石》。我的意思是，你的字不错。字也不是我写的，我的书法难登大雅之堂。没劲。这扇子多少钱？我赔你。这个是郑板桥的真迹。再也没有了。一进二次，清凉一下花露水，给你一整个夏天的清爽。啊，尤老师，咱再来一次，这会儿笑容再灿烂一点，好不好？开始。清凉一下花露水，给你一整个夏天的清爽。啊，尤老师，花露水再举高一点。再来一次啊！哎，来，开始。清凉一下花露水，给你一整个夏天的清爽。看，过了，尤老师辛苦，辛苦辛苦啊！好。喂，小助理生个气。
姐，你是不是喜欢你的小助理啊？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尤西啊，尤西，啊，待会儿咱开拍呢，笑出来啊，散发你的个人魅力，就是让人觉得喷了这个花露水，就像喷了跟男神同款的香水一样，好不好？好，知道了。好，开机啊！好，预备。开始。谁在那睡觉呢？导演，导演，那是游戏老师的助理。在这个地方拍摄太累了，睡一觉有什么问题吗？甩过去，开始。咔，就这样吧，大家先休息一下啊。导演，哎，是我的问题吗？不，不是您的问题，是。摄影的问题，对焦没对好，对个焦都不对过，推进呢啊！不行不行。男女授受不亲，一会儿要是他醒了，以为我是色狼怎么办？开什么玩笑！我这么玉树临风、英俊潇洒，还需要当色狼？说出去谁信？不可能，不可能！爱怎样怎样吧，被蚊子咬成猪头也不关我的事。算了算了，涂完就走，谁也不知道，就这么定了。你别动，你可招蚊子了，这儿全是蚊子，这有蚊子。那儿也有蚊子。左脸怎么回事？导演，我尽力了。那右脸好看，拍右脸吧。清凉一下花露水，给你一整个夏天的清爽。老师，你看，什么？飞机吗？晚霞。凤凰山上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是不是很有意境啊？这有什么稀奇的？你去过土耳其吗？在热气球上看过晚霞吗？没有。下次有机会带你去。好啊。
那我们这是团建吗？别人请个全职助理什么都能干，我倒好，拍了一天广告还得自己开车，就没有比我更惨的艺人。老师，没有。看什么看？绿灯了，于老师。哦。感冒别传染给我。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这人好困，回家睡着就好了。回什么家？去医院。花露水过敏，花露水就不要再用了，我给你们开点抗过敏药。你自己花露水过敏不知道说呀？我对花露水不过敏，我从小到大都喷的。好了，去拿药吧。一定要忌口，海鲜、牛羊肉、韭菜、辣椒都不能再吃了。嗯。那还能吃什么？我去拿药。喂，游戏啊，拍摄怎么样啊？顺利吗？你把花露水送去检测中心化验。什么意思啊？花露水有问题啊？现在还不确定。我立马安排。帮我跟剧组请两天假。请假干嘛啊？照顾助理。先生你好，您定制的地中海梦幻公主系列，哦，高级单人床已经为您加急送到。如果您满意我们的服务，请给五星好评。行行，谢师傅，再见。尤老师，你为什么买一个粉红色的床啊？你不是喜欢粉红色吗？谁告诉你我喜欢粉红色了？那你每天骑个粉红色小破驴？那是我爸给我买的。我给你挑的床，你不睡也得睡。嗯。郑板桥，谁呀？居然还有我不认识的人。哎，你认识郑板桥吗？认识。还在哪儿？带我去见他。为什么？我要找他给我画个扇子。做不到。钱不是问题，不是钱的问题。怎么？难道还要我求他？我游戏这辈子可没求过人，下跪都没有。搞笑，能让我下跪的人还没出生呢。
喊祖宗也没用。竟然还有人比我还把自己当回事。难度一下。什么人啊？郑板桥，康熙、秀才、雍正十年举人，清朝书法家、文学家。喂，鲁先生，拜托您的事儿有结果了吗？你就放心吧，都已经联络上了。相信啊，过几天就可以拿到。哦，好的，谢谢，辛苦啊。笑什么？于老师，你是不是自己喜欢粉红色？但是不好意思说啊，我这个是保洁阿姨之前留下来的，不是我的。嗯，你先坐。你尝尝。怎么样？你老板手艺不错吧？尝尝这个，我去开。大舅，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帮忙的。等着。测量一下花露水的检测报告，你看看。大壮哥，瑶瑶，你怎么在这儿？你我游戏，这什么情况？锅里还炖着汤呢，帮我看点火。哦，哎，游戏，你等等。你什么时候住进来的？我三舅让你住进来的，住进来多久了？我之前家里着火了，现在在装修，多亏了尤老师收留我。可是我听我二舅说，我三舅洁癖特别严重啊，一有人碰到东西，立马就爆炸了呀。他让你住进来了，还让你喝他包的。他？嗯。瑶瑶，你是不是生病还没好利索呢呀？要不你去休息一会儿，我替你看火吧。哎，尤喜啊，这浴室瑶瑶怎么住？她怎么是我让她暂住在这儿的？你怎么能让陌生人住你家呢？你没事。暂住。哎，对了，检查报告出来了。经过调查呀，这个产品啊就是一个三无产品。之前他们公司出示的所有的资质都是伪造的。花露水里面含有严重的有毒物质，所以说小木头才会过敏。这么严重的质量问题，我这就联系对方解约。这个代言是怎么找上门的？前几天啊，我还在为你代言的事情发愁，然后对方就打电话过来说想要谈合作。哎，有些不好意思啊，这次真的是我的疏忽。但我真没想到，能拿那么高代言费的公司竟然是个骗子公司。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解约，立马进行。放心，我这就去跟他们解约。哎，尤西啊，啊，你家书架不是从来不放书的吗？谁说的？我现在可爱看书了。看什么看？去忙解约去。不是，这你。我这
看啥呢？潘多拉，你二舅要走了，你也赶紧的。瑶瑶拜拜，三舅拜。你怎么在这儿？不是让你帮我看火吗？朵朵说她帮我看火的。完了完了完了！我靠！潘多拉，怎么了，刘老师？潘多拉把我炖的汤全喝了。这不是对你厨艺的肯定吗？你应该高兴。这是我给你炖的汤，那你就当我喝了呗。这能一样吗？哪不一样？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作为国内第一时尚杂志，审美就仅限于此的话，那我以后不会再考虑跟他们合作。要求很高啊。一贯风格。老板，这孙总在外面一听说要见你，让他进来吧。是。老板，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要出现在公司吗？老板，出大事了，罗西那边发出解约函了。解约？为什么？这个节骨眼提解约，很显然，他应该发现不对劲。那现在怎么办？我们下了那么大的成本，就这样让他轻易脱身了？是啊，事到如今，只能先下手为强。这条广告无论如何都必须给我处理掉，听到没？这个清凉一家就是一个皮包公司，孙总失联了，公司的所有人都瞬间蒸发了。潘多拉，开门去。你进啊。潘朵，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出事了，不通知我吗？现在什么情况了？你还不在意？就是三舅，你太不争气了，我都替你害臊。不好意思。要紧事，你有媳妇儿？喂，事啊？喝茶呀？哎，我有空，这就来。追查一查，宋姐哥最近见到什么人？想不通，走。哎，哎，你们去哪儿啊？你们？东西我带来了，您过目。看仔细了，郑板桥的真迹啊！不错呀，真迹是真迹。那我就先告辞了。那这个就当赔给你的了。尤老师，刚刚那幅画
是唐伯虎真迹的孤本吗？你还挺识货的。你也不用那么感动吧。我那是心痛啊，尤老师。你要不要？不要我扔了。啊，别扔。不要。你记住，善在你在，善亡你亡。心中完美剧本，是你让一切变